佢伤心。点解唔可以喺埋一齐？明知道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，都仲对佢咁好，到最后都系伤害到佢。星都冇嬲到我当日唔肯同佢见面，一对手可以令到大家喺唔适当嘅时候望见一眼，同时亦都可以暂时放开，展望将来，未来同样掌握喺自己嘅手里面。虽然确定唔到，但系会有希望。想得到幸福，就要相信幸福系存在。我同游言嘅开始，或者系一个悲剧。但是悲剧的尽头，又有边个知道会是乜嘢？特登约我嚟，唔系就系睇下饮半酒系嘛？点解唔可以好好咁对待嗰个机会？我好想俾到嗰个女人幸福，但系我又冇咁嘅能力。你明明有能力可以俾自己嘅女人幸福，点解唔去做？好简单啫，嗰个唔系我女人，因为我唔爱佢。后来我终于遇到自己一个心爱嘅女人。我决定要俾佢幸福，我决定要带走佢，但我迟咗一步，迟咗一步。之后我再冇机会见到佢，今生今世都唔会再见到佢。我同佢都系一样，过咗今晚，可能呢一世。都不会再见到他。那你都起码好过我啊，好珍惜今晚啦、啊、当下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回忆啦。成日都同嗰个女人喺埋一齐，咁如果我哋走咗，佢唔同嗰个女人喺埋一齐，咁我哋咪前功尽废咯。唉，你放心啦，游言做人有始有终，佢既然同嗰个女人好咗几晚，佢一定唔会反悔。你究竟叫游言做过啲乜嘢啊？Thank you.
白兰花。是啊，姑爷，开了很多白兰花。可不可以摘些白兰花给我？你二奶奶叫我即刻截住你哋，叫你同姑爷即刻翻旅馆嗰度啊！禽兽嚟噶！你竟然听我阿娘嘅安排，随随便便咁走去同第二个女人瞓觉？秀东，唔好叫我，佢系我嘅丈夫啊！阿娘，你竟然可以安排佢同第二个女人瞓觉？我话俾你哋听，我憎死你哋啊！由今日开始，我唔再系你哋孙家嘅人啦，我都唔会再踏入孙家半步。英姑，姑叔，二奶奶，任何人都唔准离开旅馆，听日一齐翻去孙家。其实我哋明知道大家系冇障碍，点解仲要不顾一切咁爱上对方？究竟系我哋两个嘅错，定系命运嘅错？原来最后嘅一晚，先至系最漫长嘅一晚。二奶奶啊，是啊，茂叔啊，茂叔，是啊，二奶奶，二奶奶，二奶奶，茂叔，二奶奶，我系嚟向你辞行嘅。有喜，陪姑爷同小姐入房休息，姑叔同茂叔翻入账房。我知委屈咗你。所以同阿柔言一定要有个仔，我唔理个女人有冇大肚，最妥当嘅办法就抱个苏克翻嚟。你点都要扮大肚噶啦，容忍系有个限度噶。诶，姑爷，点解点呢种香嘅？秀东佢讲过唔中意呢种香嘅。哦，我即刻攞去换啦。姑爷，你而家越嚟越了解我哋小姐嘅心意啦。哎，小姐，我有事话俾你听啊。头先喺阿娘间房度，佢同我讲要我假扮怀孕，仲话要抱个苏克翻嚟，话系我哋生嘅、啊。你话系咪好好笑啊？啊，系、啊，其实你一早知道噶啦。使咩同你讲啫？我知道呢一件事的确系好伤你心。唔系啊，我开心都嚟唔切啊！我估唔到你同阿娘系咁夹得嚟嘅，你好似比我重视孙家嘅人啊！呢点你比我更清楚，唔通系我愿意咩？喺呢度，其
其实个个都冇得选择。好，我而家就俾你自己选择。你话系我哋一齐去抱嗰个苏哈翻嚟养，定系等嗰个女人帮你生一个？咁你都要谂啊？你真系咁想个女人帮你生苏哈咩？我连佢个样系点我都未见过。啊，照你咁样讲，你真系好想知道佢系咩样噶啦？你唔系好挂住佢啊？你唔好咁无理取闹，讲下道理啦，好唔好？我唔讲道理，我同你呢种人啊，有必要讲道理咩？嗌交啊？有人嗌交咩？我只不过是见到一条非常讨厌的四脚蛇，我想掟死佢啫，系咪啊，老公？系咩？咁你哋就慢慢啦噃。你放心，只要一出呢个门口，我哋就恩爱嘅夫妻。早啲休息啦，老公。出去外边行啊！外面咁黑，你要识路翻嚟先至好啊！仲有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我先系你真正嘅老婆。我想攞啲檀香入去点，等佢瞓得舒服啲啊！唔使啦，听日先点。哦，好啊。有戏啊？咩事啊，姑爷？攞啲檀香入房先，一阵等我点。哦，好啊。打你！哎呀！出嚟打啊！咩事？有贼啊！竟敢入嚟孙家偷嘢！舅父，哎呦，咩事啊？佢老公啊，吓，咩事啊？我冇嘢，小误会啫，小误会啫。日防夜防啊，家贼难防啊，都未必系误会嘅。出声嘅二嫂，你审啊定我审啊？大伯爷，会唔会搞错啊？佢又点敢去偷嘢啊？唔会偷，咁啲咩嚟噶？其实查账簿咪知道有冇亏空啊？爹。爹，找不到啊。二嫂，总之现在他是偷东西，如果你不赶他走，就难免招人骂病。老爷，做什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做什么一个二个黑口黑面的嘛？我走了一阵子，就搞到成个家反转那么多。家和就万事兴，家衰就口不停，仲有你啊！
好眼瞓啊！咁你翻房瞓啦，海棠。娘，等我嚟。哦。爹，我哋行。唔得闲你哋。而家唔见呢个素宝啊，咪等揾翻就算咯。